粑粑柑是什么？粑粑柑学名叫春见，是目前日本最优良的杂柑品种之一，也是我国目前引进的最优良和最有潜力的杂柑品种之一。粑粑柑的热度非常的高，而且还出现断货的情形。粑粑柑果肉嫩滑，甘甜多汁，口感清爽，而且不用担心上火，不会腻口，老少皆宜，是水果店的主打水果。虽然长得很丑，但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“春见”，浪漫清雅，正与大好春光相互映衬，留下美好的想象。粑粑柑是原产地农民的口语话，“粑”是软的意思，通过“粑粑”两字，生动贴切地表达出了它的果肉松软、入口即化的特征，还给消费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反复传播。